发现小孩子的那个脐带已经脱出来了，我就一直要拖着那个头，减少这个胎头压到那个脐带。骤压的话，超过时间7分钟的话，就容易引起小孩子在胎死宫内，让小孩子哇啦一下哭了，感觉那一下就是感觉自己眼泪都有点，真的是有点泪崩来的那种感觉。阿姨，阿什么活动？来，不要，继续来，我是护士阿姨。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。听到砰的一声倒地，然后那个阿姨在求救，没有自主呼吸，然后颈动脉也没有搏动，就立即给一个心肺复苏嘛。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来雨后的彩虹，世界因为你在同。是快速的抓住了自己胚胎的黄金时间，经过我们的助产，它恢复了一个正常心跳。突然听到隔壁厅有人大喊，有没有医生护士在？我就立刻赶到现场，发现一名患者啊倒在地上，意识不清，然后全身都在抽搐。当时我的夫人也特别支持我，在我的旁边一直为我加油打气。身为一名医务人员，在任何场合碰到这种事情，都要第一时间的挺身而出。我坚持遵守护士的职业道德规范，像男丁女儿一样，以一颗同情心和一双热爱工作的手，以真心、爱心、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。